每天清晨起来都是美美的风景，看也看不够，逛也逛不够。今天是2022年10月31号，我们全家旅行的第15天。昨天我们就露营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公园里，这个地方周末很多人都在这边逛，白天还有很多人在这边露营，也是当地一个比较网红的地方。这边就是我们的房车，你们在干嘛？做好了没？我的肚子都饿了。看这个小姑娘又在看手机呀、啊！嘿，这小孩又在看手机啊！起来，这个挂面就是奔查古镇那位热心的大哥帮我买的这个当地的咸水碱水挂面。嗯，不知道啥。碱水挂面。这一路上碰到了很多当地的热心的朋友们，然后给予提供帮助，在哪儿接水，在哪儿买菜，当地有什么特产，当地有什么好玩的，给我们介绍的是详详细细。当然一路上也碰到了很多咱们车友会热心的车友，在这非常感谢这么多位朋友们给予提供的帮助，真的是非常感谢。八八蟹多少钱？5元1个。母蟹呢？也是1只，对。哦，走吧，15，不用了，15-20，母蟹也是。现在我们是2辆车，一路走，一路逛，一路看，一路吃，就来到了阳澄湖。话说到了阳澄湖之后啊，两边全是卖螃蟹的。说到这个螃蟹啊，肯定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是首屈一指。各地卖的估计都不便宜。在进入阳澄湖这个地区的时候啊，能够明显的看到啊，然后两边全是卖螃蟹的，周边的河里全是养螃蟹的，包括路边也有很多卖螃蟹的商贩。今天我们是从长江边的一个小公园，然后一路开到了阳澄湖，然后搜索地图的时候发现阳澄湖这边是中间有一条路，就这个整个蓝色的区域是属于阳澄湖，然后从这边下来是有一条可以穿过阳澄湖的路，我们就把车开到了这边。开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路过一个小村子，村子旁边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停车场，然后并且背后就是洗手间，我们就把车停到了这边。这边应该距离这个湖边是非常的近，那边有路应该可以通到湖边，咱们往那边走一走。这边我估摸着在这儿驻车个几天，然后在这儿锻炼锻炼身体，然后顺便尝尝阳澄湖的大闸蟹，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今天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问这个卖螃蟹的老板们，价格还不便宜。本以为到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产地，应该价格会比较便宜，但其实一只好像也是几十块。你像3-4两的蟹应该也在50-60一只，但今天上午媳妇儿去这个市场上问了问，大概我估摸着一只蟹有4-5两，好像是20-30一只。稍后的话咱们再逛一逛，看能不能找到既经济又实惠又便宜的大闸蟹，咱们好好尝一尝。这边还有一辆冰激凌车，这个停车场还特别的大啊，那个地方还是一个做核酸的地方，那边是我们停车的地方，那边还有一个洗手间，驻车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估摸着从这边应该可以走到这个阳澄湖的湖边，我估摸着这里边应该会有螃蟹，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抓。咱们再往里逛一逛，然后这边绿化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周六周末来这儿露个营度个假，扎个帐篷应该是非常合适。杜维米是玩疯了是不是？你玩疯了是不是？你学母鸡下蛋呢？你是不是学母鸡呢？你说选母鸡呢？哎呀，那逛了一圈，媳妇儿已经把饭做好了。这是什么饭呀？麻辣烫吧。一会儿你就要预锅了，还往里塞呀？还能塞得下吗？一锅出来一会儿就好了。哎，煮多了吃不完，少煮点就行。好，不煮了。
看我们的漂亮的小姑娘，中午在我跟媳妇儿的百般强烈要求之下，我们在那个洗手，我们三个人在那个洗手间，又是抱，又是安慰，又是哄啊，给 Amy 洗了洗头。来，宝贝儿，让大家看看我们漂亮的小姑娘。哎呀，你真漂亮！做一个听话的小姑娘是多好呀！这边很多这个新郎新娘在这边拍婚纱照，肯定很漂亮。我在待了一会儿，已经过了好多对儿了，好多对儿新人在这边拍照。然后这边是收费的，起码150，然后打卡拍照是30。前面其实就是阳澄湖，其实园子里那边就是一个马场，可以骑马。那边是有点种点花儿，然后就那边一片，然后这边其实有帐篷露营，可以去露营，规模不是特别大，咱们就不去了。旅行箱好贵。对呀、啊，比景区不便宜，不比景区便宜啊。对，然后就那几片花。这边还停着一辆小拖挂，看着像是，不像是房车。这边是一个平台，然后可以放下来。如果是房车的话，真是有点太小了。来吧，带着咱们专业的设备，咱们去那边给你们拍点照片吧。那边也非常的漂亮。可以。然后我们把车上你这丢三落四。老年痴呆症。全照。那边有人在露营，在唱歌，但是他们也就白天在这边待一待，晚上肯定是走的，因为没有发现住的帐篷，只有一个天幕。看这边的垃圾，能明显感觉到周六周末来这边玩的人肯定很多，因为今天是周一，对吧？对。那是应该是昨天的垃圾，一大堆还没来得及清理。哎，大口，大气场，哇！捡了那么多蒲公英种子，大口吹。是一个一个的锤，一个一个的锤。现在就没有的，没有的怎么锤呀、啊？看趁着俩人玩起蒲公英来了，好玩不？好玩。陪我小姑娘在这 ，Amy 走了。哎呀，捡这么多了还不够啊？你帮我拿一下吧。哇塞，爸爸给你拿一把，再让妈给你拿这一大把。你把它都吹掉吧。我把这些都吹掉。这个也吹掉吧。不要吹。轻点，别动。今天满脸驴纹纹。你把人家快掉下去啊！你背着人家。怎么样呀？我带他出来干吧。怎么把你寄回去算啊？怎么证明你有一个小累赘呀、啊？这就证明了。你再说一句，你刚才说啥？啊？看这爷俩，看谁能过谁。你真美呀、啊！累了就有人背背。那你都怕我？啥？一二，跳呀！一二。看他在这偷笑呢，对，他在这偷笑呢啊！我告诉你，他在这偷笑呢。